那今天有很多我们的 partner， 五位 partner 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partner， 其实在这后面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个，像是我们背后的很大一个支持者。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透过他们做不断的 validation， 不断的测试，才达到今天。你们不断在分享，那这样子的模式造成大量的资料量不断的产生。OK， 那我们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资料量只有不断的成长，没有减少的趋势。预估在2020年的时候，全世界的数位资料量会高达40个 ZB。也就是说，因为资料量让大家不断的在硬体上升级。2年前我们推出 Red 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，一般消费者，他是使用什么两个倍的产品。那我们通常会建议他说，两 TB 放在里面就不错，4TB 在一般家庭里面来讲，或个人使用上面来讲，是绝对绰绰有余的。可是渐渐我们会发现，消费者现在在做什么？不断的在升级，2倍不够用。OK， 最快的方法是做什么？换四个倍。那换四个倍以后，就我们渐渐发现，四个倍原先他们说，放2TB、3TB 在里面觉得很够，就现在发现很多人都在买什么？买4TB。两个趋势，第一个大家觉得说我一次装满就好，我以后不用再担心升级空间，所以一次就封顶，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大家都开始走向4倍以上了。那我们这样子的消费者族群是我们现在 Red 的一个非常针对的一个族群。5.5寸，为什么你们会买到5.5寸？为什么他们会做出5.5寸？因为消费者需要，消费者有这种需求，他觉得说大屏幕看起来舒服。相对硬碟是什么？硬碟是大容量比较舒服，大容量比较舒服。所以我们不断在看到市场上的变化，也了解上市场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做一些新的改变，做一些新的突破，做新的产品推出。那我们现在又看到 NAS 提供各式各样的扩充性，刚讲的2倍到4倍，4倍又变8倍，还有16倍、24倍，更是100多倍。那这样子这么多扩充性的时候，我们相对也看到更多的应用的层面。例如说像消费者应用层面的话，我们来讲，绝大部分是放什么？音乐、多媒体、照片、影片，绝大部分是这样子。一般人说我要放工作上的资料在 NAS 上面，微乎其微。你们一个 Excel 档多大？我看过最大的 Excel 档4MB， 已经是很大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一张照片就27MB， OK， 一个照片就抵掉好几个 Excel 档。所以基本上大家对硬碟上的需求，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在这一块。但是商业呢，又是另外一个层面，他们会在乎什么？网络的安全。我们用价钱来看，绝大部分这些所谓的一般消费者开始使用的，价钱比较偏低，比较容易入手。但是相对它用的所谓的 CPU 等级可能是比较初级或者比较入门化的。那我们认为像这样子的 consumer 和 prosumer 所用的东西，我们认定说它应该用 Red 这样的一个产品。我们之前也是 target 目标在这一块市场，我们做非常大的努力去鼓吹消费者去了解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其实这边还有一大块。那我们认定是什么？这一块是属于 small business 中小企业。它用的 CPU 等级可能比较高，价钱可能比较昂贵，甚至有用的是一样的。OK， 那这样子消费者族群，我们认定什么？我们建议他用 Red Pro。其实我们在产品上，其实真正区隔性非常明显，我们也非常清楚，我们自己摸着心，我们自己很了解，这两种族群是不交错的。OK， 中小企业的人会说，我要因为省钱，我去买一个这个，但是我不用在乎我的资料安不安全。他说我需要的资料很安全。那中小企业说，我既然买到这东西，我会说，那我一点买便宜可能，但是他对他的资料性有多么完整性，他现在无法保证。所以我们现在推出 Red。 那之前我们 Red 在推出的时候，2年前我们讲了一个东西叫 NASWare。 NASWare 是什么？ NASWare 其实是一种韧体，我们一种功能架在 Red 上面，能让它在 NAS 里面表现更好更完善。那我们现在全面升级到 3.0。 OK，这绝对不是一个数字上升级 ，iOS 5升级到 iOS 6 ，iOS 6升级到 iOS 7，绝对有它的优性。所以，我们今天3.0绝对有它的特性。我们有什么特性？第一个，我们有智慧型错误矫正。过去刚开始没有 NAS 硬碟的时候，我们常说，把一个硬碟放进去，结果用 Red 自动踢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很多不适合在 NAS 里面使用的一些功能出现。它在桌机上很好用，可是在 NAS 上并不适合。比如说它会进入休眠， OK， 休眠的时候 NAS 就认为说，你这个 RAID file
有一颗硬碟进入休眠，他可能没有回复过来，他就认为说这颗硬碟坏掉。我在修复错误，我修复时间过长，他认为这颗硬碟坏掉，所以就提验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们 NAS 里面提供这样的一个产品，一个功能，让你说在建立的 RAID 模式下不会造成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剔除掉，所以你就比较安心，而且重建的时间不会有重建的时间，因为你 RAID 要是被踢掉一颗，重新插一颗新的进去，重建时间很长。那 NAS 会提供什么？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系列。我们除了有 RAID， 我们现在有 RAID Pro。我们之前只有 RAID 3.5寸，后来有 RAID 2.5寸，现在我们有 RAID Pro。我们更加强我们的相容性，跟所有 NAS 上做全面性测试。OK， 这非常重要。OK， 因为很多使用者他家里没有这么多台 NAS 可以做测试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跟厂商配合做测试。我们更加有效率，用电更省，温度更低。为什么？热是所有电器产品最大的天敌，你降低这个东西，你就可以保证它的使用效率寿命更长。所以我们做温度更低，我们也确定它稳定性，365天24次乘7的运作。NAS 很少关机的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 NAS， 但是有没有关机过？基本上是没有关机过。我家那台 NAS 已经开机2万多小时，没有关机过。OK， 基本上我不希望它关机，我希望它全时全地随时随地都在运作。然后另外我们刚刚讲了，我们更加注重产品的资源。OK， 服务很重要。OK， 我们除了有0800服务以外，我们在北中南还有设定服务中心。如果 RAID 上面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，我们都有当地的服务中心可以处理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跳回我们主题 RAID。其实 RAID 大家都很熟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就是今天我们新增了5TB 跟 6TB 两个新的产品， 5TB 跟 6TB 的产品， 5TB 6TB 产品全部是 NAS 的 3.0， 3.0 可以支援什么？1到8倍。我们之前的 RAID 只支援1到5倍，现在我们新的 NAS 的 3.0 知道1到8倍。 OK， 我们提供刚刚那么多新的功能以外，我们还让新的使用者可以用到8个倍的NAS 系统。我们 OK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我们做到这个东西，技术已经到非常非常高了，已经 1.2TB。之前大家还在喊，我们 1TB 单碟 TB 在哪里？我们现在 1.2TB。目前市面上最大的 NAS 硬碟，我们提供低噪音、低用电量及三年保护，这是我们的 RAID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 RAID 从2TB、3TB、4TB、5TB、6TB 一路上去。符合消费者的使用习惯，他说：“我 4TB 不够用，或者很多人要从 3TB 升级。”RAID Pro 呢？刚刚还记得这张图吧？大家是从2个倍变到4个倍，但是4个倍会变成什么？变成这种，越用越大。中小企业绝对会以这种起跳而跳这种，甚至会跳更多。那 Promise 在后面要展示出这个，这是16倍。OK， 这样的系统是非常适合中小企业来使用。我们虽然是外观很类似，其实你拿 RAID Pro 跟 RAID 拿起来长相很像，多了一个 Pro， OK， 但是内容大不同。我们提供 2TB 到 4TB， 我们一样提供 NAS 的 3.0， 但是我们所有 RAID Pro 出厂前都做了更严苛的测试， OK， 能够加上 Pro 这颗硬碟，一定透过非常非常严苛的烧机测试。我们也提供5年的保护。一般消费性产品不会提供5年保护 ，OK， 我们对这产品非常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提供5年的保护。我们提供给中大型商用 NAS 系统一个全新的选择。之前他们说，我到底是用RAID 好，还是用一般 Desktop 好？我们现在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有一个8到16倍的一个系统，我们建议你用 RAID Pro。为什么用 RAID Pro？ 第一个，它是很基本的800G 单碟五碟的底座。800G 单碟是一个非常成熟、非常稳定的一个技术 ，OK， 不用再担心它有什么问题，这是非常稳定的东西。然后我们提供2TB 到 4TB，OK，、okay? 然后我们支援8到16倍，然后增强它的出厂前的测试，然后我们提供 NAS 的 3.0。那为什么说8到16倍？用了一个这边硬体震动侦测补偿，这是什么？一颗一点，两颗一点，三颗一点，四颗一点，摆在一起上，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震动。我们用硬体上面来侦测这些震动，来达到一些补偿的功能，让你的磁头在碟片上面跑得更精准，资料读取得更快。
更准确。那我们提供五年保护也是我们 Pro 上的一些优势。我 highlight 了一些 Red Pro 的一些优势。其实昨天晚上我在写这个时候还觉得，还蛮厉害的，因为真的很多很多新的东西。第一个，专业还是专业，我们提供给8到16倍的专业使用，来使用，包括企业上面也好，包括高端使用者也好，我们提供这样子的东西。我们 performance 更好，我们有 stable track， OK， stable track 可以让它震动降低， OK， 所以它的 performance 更好，保护是5年， OK。那这个3.0刚刚讲了这么多，就是提高你的稳定性， OK， 相容性跟效能表现，然后我们也一样提供智慧型错误矫正，不会的， OK。每次我都常在外面常听到人，哎，你们的转速是什么？我们是引开了一趟，啊，人家都7200转，少，我们现在提供个7200转的 Repro， OK， 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我们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我们有听到你们在想什么，我们会对应你们所的需求，我们推出适当的产品， OK。但是等一下会有一张图表让大家比较惊讶，就是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用电量。用电量，我们相对的 Red Pro 跟7200转6TB， 这是什么？用电量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。相对比较7200转的用电量，我们差距非常非常大。这有什么优势？一颗你没感觉，两颗你没感觉，8颗、16颗的时候你就有感觉。OK， 大家讲说，哎，电费要涨，又不能盖核能电厂。OK， 这些东西你每省一点点都是你省下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刚刚讲的7200转的普通的，这是什么 ？PC Mark， 大家都会测，把硬碟接上去开上程式就会跑嘛，就会跑分数嘛，分数越高越好。但是很有趣，我常常问自己说，为什么 NAS 硬碟拿 PC 的 test 来跑的？这不是不合理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大家都喜欢拿这个测，我们就拿这个测，我们的 Red。记住，我们是 Intel Power， 7200转，我们的 performance 不会比它差，不会比它差。OK， 这是一个迷思，我需要大家也靠大家努力来慢慢改变一下，就是转速不等于 performance 不等于转速。OK， 我们转速变成 Intel Power 的情况下，我们一样能维持一样的 performance， 这才是我们厉害的地方，这才是我们厉害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更多图表，大家最喜欢看图表，然后把它放大一下。OK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真正消费者的体验，消费者的感受。你跟消费者讲说，哎，今天你的硬碟是7200转64 mega cache， 他听得懂吗？他有感吗？没感。他要什么时候有感？我播高画质影片的时候有感，播的顺不顺，播的会不会卡，这才是有感。这是什么 ？High definition video playback， 回播。我的 performance 不会比7200的差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消费者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体验，他的感受，而不是今天你跟他讲 spec 多少 ，spec 多少 ，spec 多少。你看你的车子可以跑300公里，他从来没有跑过300公里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他不在乎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说，其实我们的 performance 不会比其他人差，其实我们用 Intel Power， 甚至我们用电量看差。所以在众多情况下，我们说我们领先业界的 NAS 尺寸。第一个，我们首先推出这样产品；第二个，我们不断的进化，不断的改进。所以我们现在现征我们新的红标系列 Red Pro， 以独特的提供了独特的功能给中小型的企业，甚至中大型企业。然后我们也方便消费者去定位什么叫消费者，什么叫企业级。OK， 我们消费者就用 Red， 然后中小企业我们就可以定位到 Red Pro。无论你当家庭或者企业使用，都可以选择很明确的产品来对应它。所以我们在 WD 在所有的硬碟里面，我们是所有的硬碟系列里面，我们认为是提供给 NAS 是最好的选择。